Hello，这一款是我弟弟送我的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只因为他把我的相机弄坏了。作为赔偿，还是不错的吧。But，我没有成功的打开它，我在亚马逊上购物了，只需要一天的时间。可是一个稍微的 ease 杠，两张，我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，GoPro 用的设备，各种的，一起来试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它，哎，天呐，我就随便组装一个，真的非常好，因为我这样可以随便把它支架在那里，然后它是所谓的巴掌。鱼的那种，这个不能直接放上去的，要连接在一起，这样很好连接。OK，已经锁定好了，然后就是这个，直接的装上去，设备齐全了。哇，这是我一直想要的，怎么这么酷？啊 就是把它的背面，这、就是它的背面，这、就是它的正面，背面朝它这样子，不知道叫什么。真的很酷哎、欸！这里有个按钮，可以就把它按住，然后往上推就可以。用它，然后用双面胶，然后再用它直接固定在那里，所以你的哪个位置都 OK。啊，好贴心哦，有个袋子哎，这个就，哇，好长哦，哇哦，你也可以换角度，可以这样，这样，然后，哦，太紧了。这样，我搬一下我的桌子都动了。这些是放手，千万不要用，out，不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吧？掉了，就很搞笑哎，看到没有？他的牙齿是全方面的。你要抱我啊！头好小啊！哈哈！我还没有动它，它就掉了。还是它根本就没有组装好呢。所以在拍摄的时候，当当。可以松手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这放哪儿呢？那脖子也不够，额头也不够。我这么厉害，需要剪刀吗？肯定不需要。肯定不需要。满满的仪式感。哇哦！嘣，一起见证一下开机是什么效果。哇哦！需要激活，可是我的手机在录像。记得点赞加关注呀，Thank you。